你还要再逃避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没有在逃避，那你可以面对我，面对我们的感情吗？我想再等等，等我的腿。不需要等了，就现在，我们和好吧。那万一我的腿如果好不了怎么办？那我就一直照顾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如果你的眼睛受伤了，我就当你的眼睛；你的腿受伤，我就当你的拐杖。我就想跟你一直在一起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以前是你救了我，现在换我来陪你。不要再推开我了，好吗？不吵架。如果有一天你要是惹我生气，我就……你叫什么？哇！你确定要这样惩罚我吗？弄到你了，没有，还留着这个脾气呢。这可是我的护身符，用完记得还我。你好啊，那个，青青，陆凤琪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对不起，我接受不了。陆芳琪，陆芳琪。醒了，脏一下。你不知道自己对花粉严重过敏吗？我知道，我从小对花粉就过敏，一碰到花粉就不行。那你还给我送花？因为我想看到你笑，你抱着雏菊的时候笑起来，真的好漂亮。不过这次过敏也算值了。值什么值啊？夏伯一例。护士，我问你，就那个急救的时候，是不是得两个人得人工呼吸啊？那是当然了，没有器械的情况下，当然要做人工呼吸。谢谢啊。不是，那怎么算接吻呢？那是我作为医生的第一反应，你别胡思乱想。那怎么不算？咱们就是接吻了，你就是。你小点声，要是被人听见了。干嘛呀？把我下来！
我不管，你就是亲了我，亲了我，今后我就是你的人。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饭吃到一半你就走了，是不开心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刚刚于诗诗在洗手间跟我说，她跟老霍的感情是假的，他们一直在演戏。你都知道了？你早知道了。霍延宗来医院找过我，他告诉我的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他什么时候去的？还说什么了？在我跟你冷战的时候来找过我，然后也跟我说了他跟于诗诗假恋爱的事情。当时我看出他对你的感情是很深的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腿不会治好，我也没办法一直保护你。或许他，或许什么？或许他可以代替我照顾你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所以那天在医院分手，也是你让他来的。原来连你也在骗我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我最在乎的人，一个是我最信任的朋友，却把我当傻子一样。我不是想骗你，你听我解释。季时川，你会不会太自以为是了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你生气是应该的，你不原谅我也是对的，但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行，一个机会，一个机会。别碰我！扶什么？不用。松手！挤呀，没办法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要下车呀！让一下，让一下。素质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？回家。哦，这么巧。啊，巧，巧啊，嫂子。摘下来吧。都摘了吧。摘，都摘下来。真热呀。嫂子，要不闭嘴。